是你们就听不到。小孩叫爸爸，我都听到了。刚刚有吗？我可以直播吃水果给大家看。有，戴口罩，这样，这样就戴起来了。可是我想吃东西耶。叫路易叫你妈不要再吃了，不能吃哦。而且他说刚刚直播都扁掉，扁掉是什么意思？OK， 我觉得我应该是太少直播了，就是他们都会按一个脸，可是都没有人要跟我讲话。路易在家，他们说回音比较大，所以就听不到。哦，他说我的比例是扁，有吗？你刚好看，扁扁的，很好啊，人扁扁的很好哎、欸。先吃东西吧 ，OK。嗯，我现在要回台北，所以多多直播的意思是会怎么样？大家有比较开心吗？我现在要表演石峰、哦、他说上次花莲的直播也是一样，就是画面都扁扁的。好了。唱你的新歌给大家听。没有，我后面没有小孩，我后面有小孩，但是是别人家的小孩，不是我的小孩。我今天唱几首，既然不在家装，既然不在
我歌词都背不起来。哦，是哦，好哦，所以我们很快可以在 Hit FM 听到宇宙人的啊啊啊啊！啊对啊，我很少开直播，我今天心血来潮。Hello。Hello from LA. 好啦，好像也没什么好聊的了。
吃完了，你看被他收走了。有人说希望我可以拍底片，希望我可以出摄影机。好啊，欸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无聊的，就是我上次不是有去打那个，欸，蔡明又刚离开高铁新竹站，好吧，我们就是根本就遇不到啊。好久没看到蔡明了，我刚讲什么啊？啊，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分享我去打那个染料雷射吗？染料雷射，然后打完之后，我这边就你看，我这边就多了一颗痣，你看这边有一颗痣，再去把它弄掉好了。哎，他们说口罩不能这样戴，那就好了。可以停一台巴士，我不是长痘痘，是长一颗痣。哦，为什么要打染料雷射？就是因为我的脸很容易泛红，然后医生就说我好像就是那血管很明显啊，就有点酒糟什么的，所以就他建议我打染料，但其实我非常想要打皮秒。像独立那个小孩的声音是车上有别人的小孩啊。说金曲奖会有表演吗？金曲奖当然会有表演啊，会有很多人的表演。我真的要回台北，新竹，所以看我跟蔡明又擦身而过。希望娃娃可以多直播，好，好，我会哦。哎，你看，有人问我说你要开个人 YouTube 频道吗？我其实早就有个人 YouTube 频道了，有，对对，有啊。你们想要看什么？你们该不会是想要看我拍那种 vlog 吧？
哎、欸，你们看，哎、欸，你们看我的衣服。你看，看看，我只有带朋友出门哦。对，在这里，我的朋友在这里。叫弗列达。